有拿到一个，我去眯眼一下。铁臂攻击，转牛，嗯，哎，一个天饼，哇，一个天饼，为什么人都有啊？太急了，无心流。好，我去睡一下，等一下要上班的。嗯，波波，波波，耶。探险队归来。哦，厚毛皮差一个。再打一场。厚毛皮打波波不是吗？哦、不是，是斑恶龙。哦。哦。再接一场。哇，狩猎驯龙跟恐暴五金，一次替解两个人。我绝对不接那任务。我还不自杀。现在不是我还不接爆他。我接了。好。哎、欸，那你们四个人呢、啊？啊，三个呀、啊，然后现在才两个。现在两个、啊。加那个啊 ，HTT 跟猎魂啊。不打了。啊？你不是打完了？我打完了。我说啊你嘞。我没有上吗？那到底是我没有要干嘛、啊？嘞、欸，卡住了。四人两次力气，请稍待片刻。卡在，请稍待片刻。哇，四金歼四灭尽，一堆人脱离，好猛！一次力气，那就是我断了。我是看他全部都离开，我以为是我断了。后线。那要等你们来吧。啊，等我一下。我打黑红。我去关心隔壁的进度。哦，好，卡掉了，只好整个关掉了。不用，直接看他们台就好了。啊？找不到吗？不是我的，我一直卡在接任务这边。打开。要直接强制关掉。对啊，反正没做什么事。那你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帮你自动保存。没有。哦。在打流斩龙，巨大的力战甲，巨魔的猛牛龙。好了，那我接下来就是龙巨魔了。你要打哪个啊？我打很多，我要打炎飞，然后力战猛牛，力战鼓槌。然后打力战古龙，拿大灵脉玉。嗯，所以你要弄那个荒地。炎飞是荒地嘛？嗯。对啊，那我就是荒地跟瘴气两个都要。行啊，我这里有炎飞哦。好啊。对啊，烈魂他是瘴荒地家的。我是荒地的，我荒地的东西蛮多。荒地烈魂。哎，所以你有。那个炎飞啊，调查吗？还是直接？因为我是先，那至少先进去看那个打过一只炎飞就会有调查了。好啊，我看一下我没有调查，我先看一下。不好意思打岔，那个节操我进不去，所以我进到那个繁星这边的。好，那我取消，我过去。哼，岔打完了，我们继续。抠你青蛙！妈的！我怎么抠你青蛙？还没有他的，抠你青蛙。是不是想干嘛、啊？我先进那个巨魔。妈的！好，好，我带进去。嘿，我这边出现萌物，直接有炎飞龙。好，打了，上了，上了，连叫都不用叫，完美。我进去不去了。没看过如此完美的。啊，那你接。
从未看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好，我来接任务了。好。小轩，最后一场了，还剩一场。刚刚那个小屌是？对啊，一定小屌了。呜呜呜，呜呜呜。哦，我古龙重插一次。啊，走喽。好。好像也就我们两个。对。哦，没爆头。我等下来做金火龙的战。用我的素材也够。有居然没有远飞可以叫吗？我还以为我有，我太常在地图看到远飞了。哎，飞丢包了。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一起来。嗨。哎，他就在附近。叫你鱼就可以。好，我下次如果记得的话。没有事。可能会叫错个几天。啊、对不起，他已经开始叫了。那就习惯一下。我就拿石头了。小石。我的声音装了。哦，打了。好，我来我先软化一下。哎、欸，这个特别久，是晕眩的关系，对吧？只有撞墙才会很快。哎、欸，他真的不给。等一下，我是被挡住。所以现在有办法锁两个在最高等级吗？反正多点伤害没有哎、欸，我很努力在锁，可是。只要轻轻不小心就会掉了。我现在是有两个五以上呢，一个七，一个一，这是极限了。极限。嗯。回来了。我本来也要让荒地升到六，可是真的没办法。一直只能一个啊？没有啊，我说我一个六，一个七，两个五，一个一。对啊，那可能就是。还有那个，那就是只允许两个最高，不然就是可能可以都五啦。我还没看过岩飞，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好，是好，直接往荒地走就对了。还不给我骑那个？要来看我了，拜托。云飞爬冰，我还是拿太刀好了。奇爆！哎、欸，封压，封压。哦，我看到他再爆。哎呀，我砍到他了。对的，啊，发生的事情，那个是鱼的，是晕眩一次。哎、欸，他怎么突然如此生气？啊，他跑了。嗯。掉入。他原本就要跑了，然后被打倒了。不会吧？猫的心这么激的、哦？稍微靠近哎、欸，再靠近一点点，我就打你一点。等一下啦，再排序低能了呢。
可以撞。我在嘟他。哦爆发炸！没有浮冒人影了，直接口中爆炸，还怎么爆两次？好可怜啊！起爆第二次，哎，他这个不会烧地板了、哦？会啊。怎么是没烧啊？我们上次打油哎、欸，看真的很烫，真的很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再爆第二发，变成一块一块的火焰了，不是之前那个？有啊，我们之前那天打金火龙就是有啊。我打到他喉咙，没有被烧到。真奇吗？哦，是。对对对对对。马上拉下来的，真的可怜。又忘记做弹药了。倒了倒了倒了，啊死了！我看到骷髅了。买招。这怎么五个尾巴呢？那个判定超烂的。下来啦、啊！哎、欸，你还在上面啊？好，人家坐起了。我就这样，慢慢跟着他。他刚又要跳楼。好的。哦哟！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啊，这边是不是假床？假墙？是吧？这边好像是墙吧？是假的，不是墙，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。假墙，请靠这边，请靠洞穴。哇！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那边也是假的，那边也是假的。哦，我以为你的洞穴是指我现在这边的这个洞穴，应该是那个。你就是不想动吗？想。我也吸了。哎、欸，有掉落物在哪里？一个，有加一个毛皮。OK， 那打完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个掉落物。换雷狼龙。雷狼或黑狼鸟。你是要做黑狼鸟的？还是雷狼龙或黑狼龙？冲向。我明明就说鸟，我后面有加鸟啊。我以为你要说雷狼龙或黑狼龙。我就是怕你们误会。黑狼。欧狼。海格纳。我的。这边的草食龙会有小鸡吗？你看你的吧。来、啊，我先看一下。哦。不会吧？这边的环境生物好像就只有毛鸡而已。哦，毛鸡。
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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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哦，我一直被他滚到吃不到肉干。我连续扑了四次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推荐。我大毅力用掉了。啊？然后大毅力刚下没有被烧死，是不是？还蛮强的。黑狼，啊，黑狼，哎，这样你的步区还会在吗？反正在啊，哦，奖励变少而已啊，当然还在啊。我换个装备，可撞。声音都没了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白痴哦，吃错了手。我来。哎。撞一次，嗯，我遇到了，哪有石头啊？哎，我要戳尾巴，你跑到这。又是手去水妖鸟，哎，水妖鸟敢不敢地盘争夺？不敢。等一下，我的三任务。哎呀，不会太大吧？别撞墙！我在等机会啊。哎、欸，白痴，我是走。哦，一斤两银一铜的黑狼。哦。哦，终于。哦。哎、欸，繁星有岩飞。哦不，这样是岩飞。太好了。看，我想要明波啊！明波不是入山虎吗？对啊，他这边是这算大荒地的吧，所以应该不会有明波给你。不不不，我觉得我是当时是吃到那个猎魂他们的，在这边把，就是在陪他们打的时候，是在这边找到的遗迹，懂吗？哦。所以我要的话，我要去我那边自己打。
嗨，你好。你是说雷狼哦？对，不，黑狼鸟。哇，烫！在过任务吗？没有，现在是在东打西打。我有很多两金两银的。不当不是了，当不是没钱。哎，没有，三金一银，说看错了，完了，接你的。完了什么？他开大的位置很差。哦，是，不会死。好骚啊！哦，我没死。我接了。好。我把一个语音改成石爽梅。可。早起，刚被你哄，就要来咬我。大奶，我没吃蜜药。难怪你的血扣了那么快就一半了。死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前面有毒，他在毒药鸟区。我的布区已经挤了四次了。好像这都只有两层。我知道啊。轰轰又来了。真难打、啊。这玩红哥，两个都开红开眼了，一定是没人影的关系。那我也忘记喝人影。哦，那个谁，有装过吗？还没。下太混乱了，我靠！我这太混乱了，哇！这是不是很壮？哦，可以。哦，没体力。随便啦，我看不到路了。超黑的啊！哎，繁星你中毒哦。嗯。我有火场怪力。OK。哎呦。轰轰倒了。啊，我晕了。哦不，我要死了。我来了。啊。救不了你，我刚好在。我有开大。我好像只能死两次、欸。不是只能死两次，是真。嗯，不能再死了。卖卵啦，红哥！啊，是，你是不是要跑了？是，我招一堆啊！别招一堆，那个落石。冲过头！
有。哇！哇，它的尾巴看起来好危险。我怎么觉得？哇！来晃眼。跑啊！哦，在外面。我撞。碎。没有，根本没，他是自己转的。靠，我也是你们拍的。然后你再碎沙回。你好啦，哥哥。他不下来。啊？谁啊？你刚是个意外。失火要来了，也太多了吧，在哭哦。右转，没有，在上面。还来，还来，我活了。我要谢谢我的飞扑。我那一头哎呀，金火龙跑出来了，金火龙哎，打他！我们其实打了不久了，哇，我中毒了，我要传开了吗？传手艺啊！窗户来了，哦，没有没有，那是在超高的地方，也是。哦，差点就被挥到了。来第二发。丢他鬼吧！黄眼，黄眼，嗯，哎，要躲了，哎，太好了，阿红，他是不是还精力充沛啊？好了啊，他不让我撞，掉落在哪里？我在下面这边、啊。跑去哪里啊？我要回家补个水。我声音怪，我出 bug 了，我的宠物都坐骑不让我叫。应该是啊，跟你坐好了。好，狗狗。哦，在那个宵夜上面，哎，哎，不是，是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飞雷？嗯，仓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。
后来了。啊，为什么有一个在地上啊，在那边啊？